这是上面的小洋楼。哎，南方就是这点，就是因为有很多水，所以这个路啊什么的，桥啊什么的都不直，又飞了一飞机。这北京这些平原的地方的话，就是修的都是四方四方的，不迷路。四方方的，都是坐北朝的，很平整、方正。南方呢，因为有河，都割裂了，然后这地呀、路啊，都不是正方正北的，都不是正正经经的南北啊、东西啊，也不是四四方方的，对我这种路痴就极不友好。不过唯一可以庆幸的就是它还好歹不是像重庆山城一样，不仅不是方方正正四，哎呦，这是这个逆行的车吗？还是这车怎么是反向的呢？这车开错方向了吧？啊，那边就是这么个方向是吧？这桥神奇哈、啊，这一条路上有往长，有往。这个方向都往那个方向的，反正重庆的话就山城，走着导航去的一个地儿，结果落差十米，你在一楼，人家在八楼，跟你不在一个地儿。导航是看着在一个地儿的，实际上差着好几层楼的。那种就更尴尬了。